主持人平安。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天气热点点。天气很热，对不对？咱手搓搓会好吗？我们的手搓一搓。啊。然后咱甲咱的身边至少五个人互相握一个手，有你真好。有我们身边五个人，我跟你讲，有你真好。啊。上美女啊，欢迎你，有你真好。我就缺男女的看着气氛，请大家先互相请啊，请啊，跟旁边的人招呼一下。有你真好，这里另一个经理也要站出来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我们一起在这边聚集。你真好，有你今天是在这个和会的要紧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在举办和会的重要的日子。能够去拜登来看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我们要再次回来看耶稣基督的教会。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一个这种什么样的教会？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？做一个大型教会，牧师有真大的挑战，你敢知？做一个大型教会的牧师，我有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真侪台湾。多次年的教会牧师，干那哩顾家己的教会来听。很多都市级的牧师都是只有顾自己的教会而已。因为把家己的教会顾好就真过瘾啊。因为把自己的教会顾好就很忙了。总是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咁应该是安尼尔。但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真的是这样吗？耶稣基督，咱敢是讲做耶稣的学生，就看耶稣的脚脚。当耶稣的学生，不是要看耶稣的脚步？哦，耶稣的脚步。学耶稣的脚步。讲伊所讲，做伊所做。传他所传的，做他所做的。但是今天的基督的教会当真正是安尼照耶稣的脚步。但今天我们的教会有跟随主的脚步吗？我想这是台湾立挂咱台湾来思考。我们一起来思考。耶稣伊干那一个顾内面尔吗？外口伊拢唔免吗？耶稣只有顾里面，外面都不顾了吗？因为常常伫教会内面，还是常常一直咧听人咧讲道理，才有一句话真要紧。半套的道理不是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半套的真理不是真理。偏颇的嘛不是真理。偏颇的理也不是真理。那只有在讲上帝不重视人的道理嘛不是真理。如果只有说上帝重视人，也不是道理。只有重视上帝，不重视生活，嘛不是天国的道理。只有重视属灵，也不重视生活，那也不是道理。这拢是一个偏颇、真危险的信仰观。那都是危险的信仰观。咱看耶稣怎样在咧讲这个代志。耶稣如何说这件事情？有人在咧问耶稣讲，到底是安息日较要紧，还是人较要紧？有些人问耶稣说，是安息日比较重要，还是人比较重要？像耶稣讲安息日较要紧，还是人较要紧？耶稣说哪样比较重要？是人较要紧。安息日为了人来设。安息日是为了人所设立的。耶稣在咧祈祷的时间，咧祈祷讲，愿上帝你的国临到，伫地面，亲像伫天面。耶稣祈祷的时候说：“愿他的国度降临，如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”因为这个地球的生活要紧还不要紧？在地上的生活重不重要？真要紧，非常重要。但是真侪教会把伊的福音传到，敢那伫咧讲上帝、讲天国，人人拢不要紧。但所有的福音，我们不能只带到说天国、说上帝，人都不重要。耶稣是好难的看到的，上帝个福音第一个五人。耶稣的福音是向人的。上帝国在恁的心内，是伫人的心内，人甲人的中间。上帝国在我们的心里。上帝佫将伊独生圣子赏赐下。上帝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间人。你们。由于这个人全变作上帝真要紧的对象。所以人成为上帝非常重视的对象。所以你今仔日你的生活好阿歹，你都上帝国的关心。今天你的生活重生活方式是上帝所关心的。你今天你活了好阿歹，是上帝国较关心的代志。今天你活得好不好，是上帝国所要关心。你变作一个真要紧的弟兄。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你唔当是一个人糟蹋你身边啊。
你不要随便糟蹋你身边的人。你身边的人是上帝所看重。你身边的人是上帝重视的。你真的是到底咱今仔日的福音，讲咱伫咧，我也不一直讲，咱不爱讲，咱要宣告，咱一个传福音、传道理，因为圣经内面就是安尼讲。今天我们所传的是福音，不是宣教，不是宣教。耶稣安尼搁伫伫遮咧讲，我也搁有其他的羊，不是伫这条的，我必须要甲伊带来，伊要听我的声，因甲条内甲条外要合做一群。刚说这个话，牧师现在念的是《约翰福音》十章十六节。所以这样一定，这样有调来又调外。所以这群羊分外面跟里面的。有一千个，你是调来还是调外的？你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？在里面。你是圈内的还是圈外的？那个是圈内。但是咱也不有耶稣讲，也不有羊在外面。耶稣说他还有羊在外面。那咧教会也不因对外教遐，到底咱有什么行动啊？那在对于外面的人，我们有没有什么行动？耶稣叫学生来。耶稣叫学生来。来，你来跟随我。你们来跟随我吧。但是来跟随我不是目的。来跟随我不是目的而已。耶稣叫因来，然后拆开你出去。耶稣也差遣他们出去。出去到窑外呀。出去哪里？去外面。圈外。找外面的羊。圈外。圈外的。圈外。圈外。圈内。圈外的。圈内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去普天下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去普天下，找圈外的跟圈内的羊。”教会今仔日的传福音，到底咱的福音，到底的传到哪里？我们今天传福音，我们把福音传到哪里去？上帝国近了。上帝国近了。上帝国近了，一个要点是审判到底了。上帝国近了，有一个重点是审判也要来临了。上帝国近了，还有另外一个意义。上帝国近了，也有另外一个含义。福音来了。福音来了，好消息来了，好消息到了。你今仔日你的生活的状态有真侪难过、真侪问题，但是福音来了。你在生活里面遇到困难，你没关系，因为福音来了。好消息临到你，因为上帝在家。好消息临到你们，因为上帝在这里。因为今仔日基督的教会，当第一对人讲起这款的好消息来过。今天基督的教会有没有办法把这样的好消息传给别人？真侪教会跟他讲：来，恁来，恁来，恁来。很多教会只说你们赶快来，赶快来。来读圣经、背圣经、来灵修、来祈祷。读圣经、背圣经、祈祷、灵修。然后呢？讲安尼属灵，你做属灵的人。看起来好像很属灵。然后咱是属灵的人，因咧是属世的人。我们是属灵的人，跟他们不一样。咱是地球的人，因咧是丧，因咧是失丧的灵魂。我们是得救的，他们是失丧的。灵性的教会怎把这个世界怎切做两边去？我们的教会时常把这个。生活分成两边，切成两半。但是耶稣基督这样不是，是包容。但耶稣基督不是，他是包容。你看，我这调来的牛，他以后会牛的外面那是调外。这是圈内的羊，他圈外还有羊。耶稣大声呼召你过来，叫做调来的牛，讲来来领受这个福音。耶稣呼召我们成为圈内的羊，让我们来听这个福音。然后拆遣你去分享这个福音，差遣你们去分享这个福音。所以今天你来做礼拜，来做礼拜不是目的，来做礼拜教会是想拆遣出去。今天你们来做礼拜，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受差遣出去。出去到耶稣也不调外，出去到圈外的羊的里面。调外羊要摸到上帝国，羊会立刻挂单来。圈外的羊要摸到上帝国，要经过你，透过你。来来领受，一起来领受。去分享，去分享，来学习，来学习，去教导，去哪里呢？去教导。这个地方，这世间有真多样貌。这世间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样貌。但是你遐真群的中间，你要怎接触到福音？但在这么多的人群里面，要怎么接触到福音？在经过的中间，要怎感觉上帝的疼？在人群里面，怎么了解到神的爱？那不是基督徒底下有真好的表现，人要怎领受到？若不是基督徒有很好的表现，人怎么领受得到？除非你把信仰的价值挖出来，除非你把
信仰的价值活出来。除非你真正会当在圣经内面所领受的，在教会内面所做就着的，你做咧在人群的中间活出来，那无人捌你。除非你把圣经的价值活出来，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学习，你领受活出来，不然没有人看得见。所以活出信用在生活的中间。所以活出信仰在你的生活当中。这有三点。有三点。来教会受培养。来教会受培养。在你的信用，在你的经验，在你的罪人，在你生命的价值，你要来教会受培养。在你的信仰、人生、生命价值，你要来到教会受培养。是，你要走进人群的中间。你要走进人群。基督徒不是与世隔绝的人。我们不是与世隔绝的人。基督徒不是我好就好的人。我们不是我们好，别人都不重要。基督徒不是我跟我的家人都好势，我的领导就死掉了。这些公司翻华语吗？啊，只要我好，跟我家好，完了你见你家死翘翘，安心。没有错。你经过你用爱心的安东尼画出信仰的见证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要活出信仰的这样见证。把人冻不掉，你还会能坚持？别人忍不住，你还能坚持？把人规身躯软弱弱啊，你也过会要画出感恩，你也过会讲感恩的代志。别人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还能感恩。是，让人看见讲基督徒，你看一样水。让人看见基督徒怎么这么美？真侪人真自私，基督徒你看也要分享。很多人觉得这么自私，可是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分享？因为我若看到一挂社会的人，真送香，佮真好帮助人。我们看见，虽然他没有很富有，但是他却很会帮助人。我点了他们，因他们的胸，这些人是基督徒。我都在想，他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但最后我都失败。但是最后我都失望。高雄那个老阿姆。高雄的阿伯。阿伯。卖菜阿伯。年纪大的卖菜的数据。数据阿伯。真数据阿伯。我他妈的讲是不是基督徒？我看他是不是基督徒？结果不是。结果他不是。一挂叫二刷人啊！他是在外面做回收的。是啊，不另外。哦，另外的在外面做回收的。然后会当捐几若百万去学校去图书馆。还是可以捐好几百万去盖图书馆。我想看那是不是基督徒？他是不是基督徒呢？结果更不是。结果又不是，怎么办？因为我点了是失望。我都超失望。我点了的是讲基督徒啊。基督徒啊。因为基督徒本身是真贵的，就讲话。恁人真少，但是恁真感动。今天基督徒怎么活出信仰见证？虽然人很少，但是活得让人家感动。恁咱若无活出，咱若无做出，人毋捌咱。如果我们没有活出，没有做出来，别人不认识我们。圣经讲无行为是啥？圣经说没有行为是怎么样的？死的，死的。人若无行为是死的。人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因为你基督徒的信仰也搁活着吗？你的基督徒生命还有展现出来吗？今天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吗？今天耶稣基督活在二十一世纪吗？要看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活出信仰啊！要看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有没有活出这个信仰。什么是教会？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有两种，一个是看见的，一个是看不见的。教会有一种是看得见，一种是看不见的。咱英国教会的这个会长老是看得见的教会。永福教会这么大的教会是看得见的。但是你我咱每一个人是一间看不见的教会。但你我是一个看不见的教会。等下礼拜散了，咱就散开了。等一下礼拜结束后，我们就散开了。你我咱变作一个基督耶稣的代表，活在真光的中间，咱就是看不见的教会。我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表，成为一个看不见的教会。你进过来叫做礼拜装逼。今天你来到这边做礼拜装备自己。什么散开了，你都进入去家庭，进去学校，进去工作的所在，进去社区，底下活出基督的样。回去之后，你要在家里、学校、社区、人群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子。我看见教会有十字架的荣光。那看得见的教会有十字架的荣耀。我看不见教会，大家人底下活到真让人感动。那看不见的教会就是你们活得让人家觉得感动。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，少年人毕业都找不到路。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年轻人毕业就失业。这是不是教会的福音？这是教会的福音吗？上帝的福音会当对因讲，上帝会当对因传什么叫做好消息的发信了。
上帝怎么透过在他失业的时候传好消息给他？我就说，哎呀，真正是有恁这基督徒介入伫这个社会，真正是水无比，我前无工作，即马有了。让他们觉得这群基督徒真的是太棒了，让他们可以在那个社会里面做见证。咱社会有一挂中年人，社会里面有些中年人。你知道中年人面顶有许多人，后囡仔下包有一挂细囡仔。中年人面对的是上有父母，下面有小孩。现在还没大，那已经开始在年老。孩子还没长大，上面的已经又年老了。什么？中年失业的一大堆。中年失业的一堆。啊，别安怎？怎么办？这个上帝我临到的时，对因有什么有什么消息了？上帝我临到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好消息？这个当地教会，要安怎就是现代的人的中间传好消息，我们是。教会如何？所有的信徒如何在这个世代里面传基督福音的好消息？基督福音不是官好就好，官道好就好。基督福音不是你好就好，我们家好就好。这礼拜我搁拄到十几年前，我拄到另外一个 case 过来。这礼拜我遇到十几年前的 case 事件。十几年前我在温哥华的时，十几年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，我连接到一个原住民的长老派人来讲。有接到原住民的长老打电话给我，牧师啊，你要救救我！牧师，你要救救我！我比较衰，比较衰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喵咪，我为什么？吴佳敏，因为我们的产业。就再过三天就要被拍卖，因为外三天贵三天要准备好了拍卖了，准备好了毁掉了。因为我的亲戚去跟银行借钱，因为我的亲人跟银行借钱，农会去跟农会借钱，去跟农会借钱，就八百万然后一个月，借很好几百万，他们一百多万，一百多万，然后一个月，他没有。然后，阮所有台担保的，拢爱要三天后就搁互拍。我们把他替他担保的，我们三天后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拍卖。只要你不救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家可以住了。你若无救我，我就无厝通喝断了。我讲我可怜。讲得很可怜。我你先去存款买了，那无再搁讲了。你先去筹钱看看，没有再说吧。这就真的没有了，公司没有了。真正无啊啦，无厝边啦。我拍电话问三姐，无拜托啦。我嘛甲银行借啦，先给家己用掉。我打电话给我的三姐说，我的也是跟银行借的，先拿去还吧。因为有一摆，我伫正月初一，我伫山顶，刚刚伫咧宴会烹茶。有一次初一的时候，我去山上烹茶，取火。那个主人的查某囝哭到半夜，哭到。那个主人的女儿一直哭。牧师，你为什么会救我们？你为什么会救我们？牧师，你是安怎要救我？我为什么啊？都讲我把你爸爸呢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就我认识你的爸爸。你爸爸到底半夜来温哥华差不安全？因为你爸爸一直打电话来温哥华找我。因为我呢，刚才那个现象救了七个家庭。我光那些把他再还清了，救了七个家庭。我的钱永远就会回来，但是我的钱永远拿不回来。这礼拜又一个 case 来，这礼拜还有一个事件。牧师怎么办？牧师变啦。真大量的牧师，带这个牧师来找我。一个牧师来找我。一个大牧师找另外一个牧师来找我。大牧师已经翻脸了。那都是大牧师啊，不安全。那个都是大牧师。牧师怎么办？我的家被拍卖。我的家要被拍卖了，怎么办？一下子也是好几户人家。一下子也是好几户人家，也是被，那是很多人，就应该。牧师去甲农会贷款两百万。牧师去把农会贷款两百多万。但是教会山顶的教会，现在经济拢真歹。但是我们知道山上的教会经济都状况都不好。教会已经一段时间无给牧师写礼。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支付给牧师写礼。牧师怎无法多担去拿贷款？牧师就没有办法去付那个贷款。那农会直直催，直直催，即摆直直咧谈判，还阁谈判几次。结果银行农会一直找他，没有办法，在谈判的时间还是还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。牧师怎么办？牧师怎么？
我现在这代志当伫咧银行的代志当咧麻烦的时，我又开车去撞了别人。等这代志当咧麻烦的时阵，我不小心又开车把人撞了。对方的车，我也都要赔，我把自己的车拢报销掉。对方的车子我也要赔，我的车子也坏了。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因为你唔通看讲这个是，当这个物件来到，无你唔知，可能你无代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这一件事情你不知道，其实你没有事情。这个物件你来已经知，但是当你知道以后，你若闪对边啊，你如果闪到旁边，我的脑里面拢有迄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的形象。我的头脑里面都有撒玛利亚的形象。我躲不开。我想美国。在上帝国里面最可怕的将是富而不仁。在上帝国里面最可怕的是富而不仁。在上帝国里面最惊的是你看到你要闪对边啊。在上帝国里面最恐怖的是你明明看到了，但是你往旁边你闪过去了。这是我的信仰良心，我直直无法度通超过。这是在我的信仰人生里面，我一直无法跨过的。啊，这也是我厝内人，包括我牧师娘，真当时是理解我的所在。这也是包括在我的家里，我的牧师娘非常有时候不能理解我的地方。因为闪过吗？我们要闪过去吗？有令人发怒，这是单一个案。这不是单一个案。你来伫咧到山内，即款的故事一大堆。我们如果进去到山里面，这个故事非常的多。农会今仔日过来帮咱家的农民，安怎样产销？农会并没有帮助这些农民怎么产销。因个滴滴滴咧做迄个信用部贷款贷款，然后借钱，然后伊就是爱借济土地来抵押，借济土地来抵押。他们就是一直请你在拿东西来抵押，他们并没有为了你们想。然后这个原住民就按滴滴滴啊，提回转来了，因后边有一个势力在威压他们。所以当原住民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势力，就是等着这些原住民没有办法来买这些土地。因为这个结构、经济结构、家庭结构、信用结构，哇，教会怎么放弃？所以原住民的教会一间一间地出代志，这个拢是根本的问题。对。因为基督的信仰，敢那伫教会内面发爽的吗？今天基督的信仰只是在教会里面很开心的吗？敢那伫教会内面的吟诗、去阿乐、祈祷、读圣经，安尼得好吗？只有在教会里面读圣经、唱诗歌、祷告这样而已吗？过去全台湾真侪公园内面拢是迄个太极拳的啦、法轮功的啦。这个叫做什么啊？外丹公还是外丹公的指导老师，拢是遐个团队接掉的。过去在公园里面，你看到的都是太极、剑术、法轮功、外丹功的。因为今嘛，刚才我是你的老师吴美云老师创作一个赞美操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吴美云老师在公园里面带领赞美操。就嘛，今天去到公园，这些人去到公园，要唱歌，要跳舞，在那边唱歌跳舞。然后那些人出来就会到你教会，把那些人领到教会里面。基督徒应做出你的解答。今天基督徒要活出你的生命信仰价值。你要行出去才能得把人带出来。你要走出去才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基督徒，你要在人群的中间提出你的解答跟观念。你要在人群里面拿出你的价值跟观念。咱真多谢咱教会的彩虹。我们很感谢教会的彩虹妈妈。咱还有得胜者，我们还有得胜者。入去到学校中间，对遐学生直直传福音。进入到校园里面，对那些学生传福音。将基督徒这款的信仰观点带入去人生观的中间。将基督徒的信仰观点带进去孩子的生活当中。来做我的学生。来做我的学生。去那个得到人，亲像两年一般。去得到人。深深毋忘。永福教会是一个这款的内外的咱兼顾的教会。深深盼望永福教会是一个内外都可以兼具的教会。咱大家人来到教会，你要是福音的本质，然后出去去到社会底下来传福音。我们每个人在来教会里说福音的本质，那出去外面传福音。因为半途的福音不是真理。半套的福音不是真理。你唔通讲你个人，你注重到这样，然后啊，唔
不是你以外，还要都要加上受其他人的罪，迄个才是上帝国的管理。不是只有注重你个人的那一部分，而是要加上所有的人所做的那一部分才是完美。所以咱也都要听，也都要信。我们要听，也要信。信呀，嘛都要去行。信之后，我们还要行出来。咱都要努力，让咱有生活的见证，过当一心奉献。我们要努力，我们有生活的见证。因为我来到咱永福教会，我感觉咱永福教会努力者。我来到我们永福教会，觉得永福教会还要努力一下。我望咱所有兄弟，只要你来定期伫遮，我望你会当做定期达个月会点点金。如果你每个月定期都在这边聚会的人，希望你们每个月都能做月定奉献。你从什么做起？从长子做起。咱今日做事工。我们在做事工。咱的时间真有限。我们的时间有限。咱的体力真有限。我们体力有限。我的眼睛看得到嘛，真有限。我的眼睛看到的也有限。但是我会当触鼻的，我会当行动的，可能咱真少数。但我有兴趣的，可能只是少数一部分。所以我就感觉有触鼻的，我有负担的，我甲做好。所以我把我有兴趣的、有负担的做好。上帝啊，从这淘汰你的方便，让你做完成。把这些献给神做活祭。但我做袂到，真侪人伫遐咧做感谢主。但我做不到，还有很多人一起同工感谢主。真侪所在我看袂到的需要。有很多地方我看不见有需要的。我是通过奉献，然后遐钱到分配走到哪个所在去。我就通过奉献，让这些东西可以全面性的帮助。我奉献有够的，到分钱我有够的所在，遐嘛有我一份力量。我奉献的时候，教会就把钱拨给有需要的人。因为这个叫做上帝国的福音，这就是上帝国的福音。我望咱今年大家有份在这，你来参加真好。我盼望大家都有份在这边，大家来参加都很好。这是教会是咱的属灵的家，这里是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。我望咱大家人真正今年我望来当呼吁所有的中心，大家人来有过年奉献。盼望我们在今年可以呼吁所有的长子，大家一起来做，我们都有愿意奉献。来关心教会内外所有的福音。我们来关心教会里面跟外面的所有。要看耶稣在几个家？耶稣在这边。归国的人对家里的家里的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各所在的军队。成群的人从加利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和约旦河的对岸一起来跟一带来跟随他。耶稣若有行到这个所在，这些人才有可能来。耶稣如果没有走到这边，那些人会跟随他吗？耶稣若有行到这，这些人才会怀疑。耶稣如果没有走到这些地带，那些人认得他吗？耶稣的脚行到的所在，手做到的所在，遐个人拢感受到耶稣的行，然后就对耶稣来奉耶稣之名来。耶稣的脚走到的地方，跟他所做的一切，所有的人都被他感动。这是耶稣的模式。这是耶稣的模式。那是耶稣的学生。我们是耶稣的学生。这是耶稣的基督的教会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。那就对伊脚步行。我们就跟着走吧。耶稣讲：“我还有其他羊，不是伫这个条内面的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还有其他的羊，不是在这个圈内的。”我被你穿了。我们一起，他要带他来。因为这是永福教会，这就是永福教会。这就是永福教会。那三个祈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将我交托在你的手。主，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愿你成全。愿你成全。我就是你手中的宝贝。我们就是你手中的宝贝。是宝贝的工具。是宝贝的工具。是要去疼惜人，是要去疼爱人的，就是爱去服务人，就是要去服务人的，就是通过服务来拯救人，就是通过我们服务别人的时候，让人看到我们的好所行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，就讲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福音，就说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福音，哈利路亚，我见到上帝的天使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天使，感谢主，因为教会这样的姊妹。感谢主，永福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可以装备自己成为上帝国的天使。我们可以装备自己成为上帝国的天使。进入世间人的中间。进入这个世界里面。我中的人看见我就看光跟盼望。在黑暗中的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光跟盼望。我来祈祷。我们这样祷告。我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是我们三个来吟诗圣诗二十七首。我主上帝，我主上帝，我哪个想哪狂影，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星星，搁听见你的响声，
我求充满你奇妙的恩典，我心出声，福禄上帝赐名，你是伟大，何等伟大！